我只知道，色香味一形，意境是没法教的，必须靠自己在人生中经历体会。 茶水毛巾伺候好，今儿个来点什么好？待我来介绍。还是不要找这人。 跟着我的龙头刀，真正的燕赵。反正还会要做到，我不看不重要。跟着我的龙头刀，准备会上马，越战难越靠技巧，喜出腰斩。中华厨神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今天的主题是汤。谁更会看？有人会向你挑战。 知道，会不会变成面条？重要的是您吃得饱，买单大方特别少。红星一点下夜市，烹饪正炒备耗时，火候清控汗油苦，怎么会是要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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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重要，跟着我的龙头跑，奔奔奔。